大早从深圳东门凯悦酒店出发，去福田高铁站搭高铁前往广州。本期影片是紧接着之前的深圳游那部影片，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深圳福田高铁站是2015年底落成启用，是连接广深港高铁线的车站之一，但因为香港段的工程一直延后，所以目前还无法由福田站连通到香港九龙。香港段目前预计是2018年底通车，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延呢？福田高铁站为全地下车站，也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全地下车站哦。从深圳福田站到广州南站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广州南站也是超大的。发现广州南站还设有导览机器人。来广州的第一个行程要去海珠区的金逸影城海珠 IMAX 店看电影。从广州南站搭地铁二号线去江南西站。
在时间11点多，快中了。江南西地铁站这边出来有地下街，那就来吃大家乐好了。阿炳之前来深圳或广州也常常吃大家乐。点了意式肉酱、南冰鱼柳炒饭和一杯热奶茶。电影院位在富丽海珠城里面，顺便来逛下商场。看到一间可以多人组队一起玩的 VR 乐园。IMAX 店共有8个影厅，其中包含 IMAX 厅与 MX 4D 动感影厅，以及杜比全景声、雷射、激光放映厅，还有最特别的双人床影厅哦。可惜这次没能体验床厅的效果。城的设计风格为流星雨的独特概念，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这间影城去年还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大奖哦。作为全球知名设计竞赛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德国红点奖，可说是设计界的奥斯卡，能获得此奖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哦。现在大陆很多电影院都改成一般厅的 3D 眼镜要另外自行购买，有分大人、小孩和夹式三种，也会有一些特殊造型的 3D 眼镜贩售。
这样下次就可以带自己专用的 3D 眼镜来看电影，因为不和他人共用，也比较卫生哦。台湾的电影院目前并没有这种贩售 3D 眼镜的做法。今天下午要连看两部电影，一部是成龙大哥的《功夫瑜伽》3D 版，另一部是韩寒导演新作的《乘风破浪》。中在举办情人联谊的活动。后面的区域的呢？后面区域的呢？主播的高个儿吗？没有，没有，没有。吃掉了吗？来，现在有个小小要求啊，要求就这两位男生吧，两位帅哥。好了，那这个恋爱脑。Just stick to me, time you'll see, you'll come alive.So happy. You can pull me closer and find me when we're older. I'll be waiting for you. I'm inflating for you.间的空档，来去对面的麦当劳坐一下。看完了两部电影，又来大家乐吃晚餐，点了招牌饭。等一下搭地铁去酒店，放完行李，然后要赶去珠江新城的元宵晚会看夜景。阿平电影院的订阅数终于破5000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赶快去订阅哦。周篇预计共有5集，因为阿平7月底到8月上旬人在大陆，
所以广州篇的第二集到第五集就要等到八月中旬左右才会再更新发布，敬请期待哦。广州篇第一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本期影片的话，别忘了帮忙按赞，还有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们。还没订阅阿平电影院频道的朋友，请记得点下订阅按钮哦。那我们就一个月后再见啦，拜拜。